但是我的看法是讲，咱要安怎台湾经济，从自己做起。你去买物件啦，看到免用餐啦，就卖甲买啦。哦，啊，我你讲服贸大陆这边，我咧讲哦，我伫朋友讲就告诉，这可能稍微有一点，较有一寡影响，但无听啦吼。咱台湾，咱台湾的一间电塔门口，一个查甫人200块，提某遐安那讲啦，讲有人伊隔壁开一间。七条钱哦，讲这年头半价100块，啊，迄查某安尼穿老了，互你看，啊，你学台拢倒去，所以迄个是讲，这中国人来台湾啊，服贸开放了哦，咱台湾人就好。伊即摆伊就，伊讲讲要用北台湾边来拍台湾，佫较，我讲即摆伫咧中孝东路监管，我感觉一个钟表工会的讲。大金钟表，阿拉拢做了。即摆讲安那，甲你买，啊！即摆上游先来掌握，我以后来下游。所以讲，服贸无论如何爱动，安那动，恁大家电话记好吼，23585858记好。啊零，恁即摆在遐去遐看报纸，若讲张庆忠，就是讲这条袂爽，伊讲要通过迄个服贸，讲要一段审查，你就卡23585858，甲起零。这张庆忠委员，他个伊无接个，伊个徒弟接啊。我讲我卡伊阿讲伊啦，我讲我你驸马都对他不利，你哪会讲要通过？用袂歹呢，伊个徒弟讲咩啊？啊，伊问讲，我讲人作一项反对，讲啊，你敢有做过调查？啊，我新闻刊的啊，我袂甲讲哦，你若安尼讲哦，你若选举，阮就讲袂去动哦。伊讲无要紧，阮无贪你，无欠你个票就对啦。哎呀，伊就是综合遐个。开迄个汽车旅馆了，都什么地方遐个都已经 OK 啊，然后伊也无差一票。但你了知影吼，互遮个立委互伊压力吼，咱可能了直接敲通电话嘛，淡水甲敲电话，看报纸啦，看到对面袂爽，甲敲23585858，爱录音，那毋免惊伊啦。反映咱选民的心声嘛，我甲讲，啊，胡麦因办遐个鬼。讲的这是国家的政策，我讲，我很爽啦，谢谢。好，迄个即摆做阿嘛吼，咱知影讲即摆要落吼，要选举马英九无要选，但是马英九足好个，但是遐旁边遐立委遐个吼，遐个人帮忙伊个遐个人，遐嘛足好个吼，所以呢，这选举咱这绝对吼，遐立委吼一定爱甲啊卖过选着吼，啊尽量会当甲罢免上好。拍者，我问一个问题吼，问迄个康泰董事长吼，就是讲咱即马吼，中国咱拢知，即马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GDP 国家，今年已经到8.5兆美金。那根据这个一个统计，到2025年，它会比美国还大，成为全球最大的 GDP 国家哦。所以看起来就是说，以中国这个以商逼政来讲，这个政策目前透过整个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已经超过5000亿美金、哦、所以目前的经济张力根本就是将它走向一个终极的这个政治统一的、哦、我看起来是这个方向。那请教一下陈董事长或其他、哦、各位的这个教授，你们的高见，看怎么来防堵。谢谢这个提问的，我因为刚刚那个没有讲，所以。刚好有这个机会再补充一下，我是个人希望，如果啊我2016年出来选总统的话，我保证台湾变成经济富强、武力强大的国家。好，谢谢各位的掌声啊！那另外，如果你靠一个无能的这个总统，你永无翻身之地，你很快就被中国并吞了。很快，那我们看看以色列旁边有十几个阿拉伯国家，这个几个是一个世纪来要把以色列灭亡，结果呢现在怎么样？以色列强得吓死人，非常强。所以不管人家要不要并吞你，请你从自己做起，把这个国家变成最强大的国家，就像以色列一样这么强。然后呢，还要这个并吞你啊，还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。那我们现在台湾的民间啊，
非常有能力研发设计武器，各种各样的武器我们台湾民间都有能力设计，只是这个政府啊没有给我们太大的这个机会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有能力自己掌权的话，所有这个武器的制造研发要鼓励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企业，包括这个啊、哦、这个 Michael 这个陈经理他们这个华硕企业啊，各种各样企业都有能力设计啦。就像我们现在设计了很多东西，设计给谁用？到美国、到欧洲，那给谁？放在那个阿帕奇直升机，阿帕奇这个全球最好的空军直升机，里面有很多也是我们做的啦。所以这个各位不要小看自己，台湾能力很强，强得不得了。只是我们的政府、总统领导人没有让我们企业参与啊，就这样子，谢谢。这大概都有一个迷思啦，这也是过去，就是头下讲哦，无去靠中国是袂使，中国现在已经崛起，当然以 GDP 来看，伊即嘛是世界第一，就拢当时就要追过美国，但是各位，咱去看一个国家的那个，因为伊的人口多嘛，伊十三亿个人口。伊若要以每人的 GDP， 即嘛三四千，好个美金尔，迄是要搁是开发中国家啦。所以伊经济力量吼，毋是真正讲表面上你看 GDP 遐悬，你要看伊个经济力量，无遐讲伊即嘛有法度赢过迄个德国，也是迄个日本啦。啊，伊个即数据吼，佮作者拢是灌水的，我甲你讲，即讲起来足长诶，你若要以中国诶迄经济条件来看，尤其你若注意去甲看迄个《The Economist》诶足济迄个报告吼，你就知影。所以你讲最近即几年安怎，伊个受伤诶较严重，对不对？嘿哦，所以即点吼，咱爱有迄个信心啦。哦，袂使讲哦，伊即摆啊已经世界第一诶啊，你即摆连要追过美国啊，哇，咱都无可以袂使，因为中国国民党马政府就是拢用安尼来甲你宣传啦。啊，其实咱你看全球化，啊，伊用的就是要甲你走进中国化面嘛，迄个问题吼会足严重的。所以我咧讲吼，即有一寡迷思吼，咱爱去了解。咱即摆烦恼的是，因为咱即摆经济先过挖到中国，中国的经济方面世界受伤上大绝对是台湾，这是较严重的所在啦。所以我讲2009年安怎？中国对咱的进口就是减少，咱就去啊。啊，尤其过去拢讲吼，啥物条按分工吼，即马是已经是拢变竞争啊，已经国际市场拢取代台湾的这个商品了，这是较严重的。哦，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，伊安尼大买起来以后，唔是对咱台湾有利，是对咱台湾不利的。啊，佮愈旺的，你是愈忝。这是我的感觉，谢谢。感谢大家，到时跟各位主持人好。这晚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对北社的支持。我今天有些结束，好礼拜，有一个台湾独立部，欢迎一下北社，谢谢各位好朋友，请大家再来支持。今天祝大家，感谢大家。